我想要个儿媳妇啊，能不能把她领回来？我看这边确实挺漂亮的，那我就过来了。哥姐们，那我现在就到这里了。有请，你好，阿妹啊，你好，就是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这个，她叫小美。这个啊，认识吗？哦，这是你表妹啊？啊，那你怎么来的？她这边是这样的，我是从广东过来的，就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个会飘个热气球啊？是啊，我们这边有个，就是到了适婚年纪都会飘那个热气球的吗？哦，你们这边都是到一个适婚年纪都会飘热气球的？对，飘的热气球里面就会放照片跟信物，还有个信物啊。哦，对，在车里面，我没拿出来。没拿出来。就这个热气球被我捡到了。啊，说明你就是他的有缘人嘛。啊，那时候我过来了，那他现在怎么说就，有没有？在那边。那我问你一件事，阿妹，就是他还没有男朋友，没有结婚吧？没有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热气球飘了多久。跟照片一样很漂亮，是我们这边村花。哦，还是你们村花呀？对。哎呦，那他家在哪来着？他家在那下面，在下面，你方不方便带我过去啊？现在去我叔家。你去你叔家？我去我叔家。在那边哦。啊，你应该人应该能找得到的。哦，好，好，那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有，到刚刚那阿妹说在下面啊，哥姐们，那我走下来问一下啊，下面，对，应该是在下面吧？他大概指个位置，我还有一个人，我问一下啊。有，完了，那再问一下啊。有啊，哎，阿叔，你好。哎，就是说你认不认识这个？他叫小美。啊，不认识啊。这个是城市人的。啊？这是个城市人的。城市人。他家在哪？你认识吗？啊，不认识啊！哎呦，那我问一下这个阿哥，这个有，这个你知道他家在哪吗？他是小美，是你们寨子的吧？啊，在那边啊？哦，好，在阿叔指这边，哥姐们，指这边了，是这样的，哥姐们，对，就。我重新跟你们讲一遍吧，很多刚刚进来的哥姐们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妈呢在外面工作嘛，捡到一个热气球嘛，然后呢，我妈呢就带回来给我看嘛，就说这个寻找有人在贵州啊，里面还有一个信物，还有写着她的生辰八字地址啊，就是没有电话号码，还有她的名字，对，所以呢。我妈呢也想要我早日成家嘛，然后要逼我过来。其实我一开始是不想过来的，直到我看到这个照片，我确实心动了。你们看你这个照片漂不漂亮嘛，哥姐们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阿叔说这下面我也不知道，那在哪啊？郑云今天我有点结巴了，哥姐们，就是说有点紧张。对，我是从广东湛江那边过来的，刚刚到这边，刚刚到咱们这个寨子里面，我都太紧张了，说不出话了，现在也找不到一个人。那个阿叔呢，就是说指个方向，大概方向就在这边给我。那我现在过来了，我找个人问一下啊。哟，这怎么没人呢？哎呦，哥姐们，这个你们就说漂不漂亮嘛啊？左上福袋马上开了，给你们发福袋，马上开了，你们没参与就参与一下啊，哥姐们，来吧。哎，看着也不没有了，乖喽，小，哎呦，马上开了这福袋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刚才那阿妹啊？啊，你还没找到。哎，你不是说去你阿叔家吗？是啊，我去完了，我
妈宿舍就在前面呢。哦，就你方不方便带我过去找他呀？这我现在也找不到你人，找不到他人了，还有他家大概位置，你们寨子实在是太大了。几百户人家，对，那你方不方便就说带我过去啊？待会儿呢，我给你封个包，可以吗？我带你过去可以，包就不用了，可以带你去。我现在有空了。可以带我去啊？那麻烦你哦，就是她是你表妹哦。对啊，我表妹啊。表妹就是，她是你们寨子的寨花。那你们寨子的村花怎么还需要飘热气球啊？那么漂亮肯定有这个习俗，而且他呢也比较相信缘分，就是他觉得就是有缘缘就可以来，就是来捡到他热气球就可以来这里跟他相遇嘛，就这样。哦，就有缘，他比较相信缘分嘛。对啊，他比较相信缘分。那也是哦，那因为我也比较信缘分的嘛，这些东西嘛，就是那看来我们挺有缘的。怪不得我家里那棵树啊，那桃花树几年不开了，今年开的花特别茂盛啊。今年开的特别茂盛。那就说明你们有缘了嘛，刚好你又捡到他的气球。这是我妈捡到的。哦，是你妈妈捡到的。哎，对，我妈，然后让我过来。哦，你妈妈让你过来的。哎。我以为是你。主播没有抢到福袋。哦，你们没有抢到福袋啊？没有抢到福袋的扣个一啊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抢没抢到的啊。没有抢到福袋的扣个一啊，然后我发给你们发个大的福袋，每个人都能抢到的好不好？没有抢到福袋扣一啊，哥姐们，好。都没有抢到是吧？那我给你们发个大的啊，给你们发个大的，每个人都能抢到。有了啊，有了有了，发出来了啊，哥姐们，每人得200的左上角，你们去参与一下啊，没有参与的去参与一下。对，谢谢送的小心心啊。就阿妹啊，他家在哪呀？就在前面啊，就说很快就到了。好，很快就到了是吧？就说你们这边，你那个我现在是24岁了。他多少岁了？你比他大两岁。我比他大两岁。啊，这才二十。他是20岁抛的气球。20岁抛的气球？啊，2年过后你编的吧？你乱编的吧？那他飘那飘热气球飘2年了？飘得很远吗？你是来自哪里啊？我广东的。广东的。哦，飘的确实。哥姐们，你们说这个阿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怎么？她说飘2年，哪有热气球飘2年呢？20岁飘啊，这正常。20岁还在读书吧？20岁就要找有缘人了。对啊。啊。到了一定年纪就可以飘了吗？到了年纪，你们这个是多少岁可以飘了？20岁就可以飘啊？20岁就可以飘了？那现在22岁，他是没有那个男朋友吧？没有男朋友，还有那老公吧？没有啊。这时候应该在家。好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妹啊，他长得多高啊？他长多高？啊。比我高呀。比你高？对啊，不到1.7米，不到1.68那样子，1.68米，哇，这么高啊。他差不多到1.7米了。那好高啊。哟，长得又高又漂亮，你们看啊，哥姐们，你们说漂不漂亮？如果能成呢，我妈肯定很高兴的。我妈是说她非常好看和可爱啊，就是很适合做儿媳啊，就是很旺夫那种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，哥姐们，你们看嘛啊。现在呢我就来到这里，我问一下啊，对了阿妹啊，就是还有嘞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这个娶你们这边的姑娘要多少这个小彩礼啊？这么多吧。这么多？对啊。这么多多少啊？十个万啊。
边还有那个啊，就是我们这边还会那个陪嫁给你，十个万，那还要三倍，是啊，就赔什么？你刚刚说多少来着？我没知道，是十个万吗？还是这么多啊？啊，一个万啊？啊，哦，那我刚刚还听你，原来是一个万呢、啊，那个。那可以啊，那我家有啊，一个万，但是我说的是打底的一个万，还要那个两头猪一头牛，还要两头猪一头牛，还有一头牛啊，打底的，就是你家户有的话你就说打底的啊，因为还要请全村的人吃饭嘛。哦，还要全村的人吃饭、啊、那可以有啊，这个那个就算十个万也值啊，你看这确实，如果真的有那么漂亮是吧、啊、他本人更漂亮吗？啊，漂亮，春花嘛，春花，对啊，我这边就是陪嫁的话还要回三倍给你们，就是打底是三倍，陪嫁还有回三倍 啊那我愿意给出十个万，我们这边会有三倍、四倍、五倍、六倍、七倍、八倍、九倍、十倍，有，还有这都是数得来的。有你们这边其实那么好啊，还有回三倍给男方的。对啊，就会挑担嘛，会挑担，请全村的人来挑担，挑被子啊，挑米啊，挑米，挑被子、鸡鸭鹅，那都有啊。啊。你说的是。哎，那个阿妹啊、嗯、你说那个礼数回三倍还是什么呀？三倍呀、啊、就是被子啊。啊，回三倍被子啊。对啊，像我们以前、我们小时候还数的就是原来是被子啊，就是会有人挑那个被子吗？哦，挑到那个女方家陪嫁就挑到。我以为你是说回男方礼数是三倍，回的三倍，你出多少他就回三倍。原来你们说的这个三倍是被子啊，搞错了。那可能就是三倍就是被子吗？好好，那可以啊，那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啊，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得上我？你觉得他会看得上我吗？他。嗯、啊。他说他比较喜欢高的，然后就比较喜欢阳光的嘛。高阳光，对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就能不能深得他心啊？你觉得还行吗？还行啊，我你这里没有，我收拾了，可能没刮干净。我特意出门的时候，我特意打扮了自己，把胡子啊哪里那个什么都搞干干净净了，头发也抹了啊。对，就害怕他看不上我嘛，毕竟人家这么漂亮啊。就他家还在前面是吧？他家。嗯。嗯，快了，走，那里要个弯就到了。快了。对。好，那走，赶紧走。这里是贵州黔东南吗？啊，对对，哥姐们，这我老爸老妈也在我直播间呢啊，你们知道了吗？老爸老妈，老爸老妈，你们在不在啊？啊，你不是说全程让我开着播过来吗？你们在不在啊？你们在打个在啊！你不是说全程监督我吗？现在我问该问的问题也问了，你们也知道了，你们在不在啊？你在打个在啊，老爸老妈。啊，怎么都打在啊？爸妈，你别打在了，你打三个九都评论都说打在啊，我不知道哪个是你了。老爸老妈，你打三个九，你别打在了，哎呦。哎呦，这，嗯，我这个妹呀、啊，她性格很好，啊，温柔，就是也很善良。性格温柔，善良又勤快。又勤快。啊。会做饭吗？会啊，会。也会做饭、啊。会洗衣服。会啊，什么家务她都做，反正很勤快，很勤快。家务也会做。对，也就是也很孝顺。嗯。就是她对长辈、啊、全都很好。啊，就对长辈也很好，对啊，又孝顺，有这个很好哦。这个老爸老妈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你们听到没有？你们他主要他说很孝顺，那很适合当儿媳妇的料啊。就是说，你看，主播爸真多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爸了，他
他们太调皮了，哥姐们你们太调皮了。啊，送这个给他吧。这送这个给他。对啊。他喜欢花呀。他喜欢花呀。黄色的花。黄色花好不好，哥姐们？我看你长得也挺帅的嘛。啊，我长得挺帅的。对呀、啊。没有，我长得挺一般的。我觉得挺帅的呀。那这花，你们这边侗族姑娘是，哎，等一下，阿妹啊，嗯、这个花，她喜欢这种花吗？嗯，喜欢。要不我替她试一下，你帮我戴一戴。嗯。你帮我戴，我替她试一下。替她试一下。啊。这花能戴的吗？可以戴的，戴这里嘛，会好看很多嘛。戴哪里啊？戴这个头发撩起来，我替他试一下，好不好看嘛？这花，嗯，还能戴的哦。可以呀、啊。第一次见能戴，怎么戴啊？插耳朵呢？嗯，插耳朵。你怎么插耳洞去了？不，插这儿。插不是插这个洞，插这上面。哦，哎呦，尴尬了，哥姐们。嗯、就如果是刚刚要给小美这样戴的话，那个，就是嘛，我替她试一下。哦，那插耳根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，这样啊。啊、嗯。哎好好，对哦。好看吗？对哦，耳根那里还插花，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是啊，我都觉得很好。啊、那好，那黄色的不要，我哎呦。再一个，哎呀！刚才那个就这个黄色好看啊！我哥姐们说黄色的不好，寓意不好。这个适合他，这个适合我。没有，我哥姐们说了黄色的不吉利，就是会黄掉，证明亲事会黄掉。不会的，这个适合他，这个才适合我。换一下，不换一下。不要不让这个留给你了。我替他戴是好不好看嘛？替他戴嘛。替他戴啊！我替他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戴的这个就很好看，就很适合你啊，就是。这个比较适合小美。我哥姐们都说黄色不合适，就会黄掉的意思。阿妹，走嘛。我替他试一下嘛。走嘛，嗯，阿妹 啊，走嘛。那个。啊，这对。这个我眼睛。黄色代表黄花闺女啊，这样子吗？也可以这样子。吹一下。吹啊！怎么了？就是眼睛，我眼睛进了沙子。帮我吹一下，我眼睛有东西。怎么那么突然？啊，进沙子了。对，我带不了路了都。哪有沙子哦？你们这里。有沙子，帮我吹一下嘛。都赶紧走嘛！哎呦。就是我没带你去的话，你找不到他，你帮我吹一下呀。哦，那也对哦，就是、啊、就是，你笑什么哟、哦？哎呦，帮我吹一下嘛，不然我带不了路啊，我眼睛难受啊。啊，那帮我吹一下嘛，我眼睛有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能不能吹啊，哥姐们？这吹啊！嗯。哎呀，确实不给他吹一下，这也带不了。你帮我吹一下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还有东西啊，你看见没有？看。我眼睛还有啊。有东西啊？有什么啊？你看不出来。等，好像真有东西，有一坨岩石啊，是。什么岩？不是，我眼里有你、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眼里有我。对啊。你侗族姑娘说话真幽默，太幽默了。你还有阿妹啊？不幽默，那确实是吗？你就在我面前吗？我眼里就有你吗？我看你也挺帅的。小青青啊，不会不会。没有那么随便，我走了这边走了一路，感觉他们侗族姑娘都好漂亮，好美丽啊！直接什么呀？其实我福袋没了，能发个福袋吗？哦，好，再给你们发一个啊，再给你们发。有福袋都没抢到吗？哎呦，我发了三个福袋，一人得200的，你们都没人要啊？啊？怎么只有几个人参与啊？恭喜中奖的，中奖的哥姐们能不能给我飘个小星星？做一下数据啊，每人得200的三个福袋，这个福袋我没给你们每人发100的啊，谢谢啊，谢谢给我刷的小星星啊，谢谢。阿妹，你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也飘了一个热气球了嘛。你也飘一个了？对啊。对。你什么时候飘了呀？我也是20岁的时候飘，但是好久了都还没有人过来。好久都没人过来，20岁的时候飘了。对啊。可能你那个，你家有没有种桃花呀？我家没有啊。没有。只有我表妹家有桃花。
你表妹家有啊？那因为我跟你说阿妹，可能你那个你那球呢，可能就挂树上了，都没人捡到了。有可能，那我现在都27岁，我还比你大3岁。比我大3岁哦，嘿嘿，大3岁挺好的，你还没你也没有老乖啊，你没有老乖吗？老乖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我听他们说老乖就是老公的意思啊，对。我没有啊。我要是就是，我也比较相信有缘缘嘛，就有缘缘要是捡到我的热气球的话，就赶紧过来找我嘛。我在贵州，钱都拿苗，主动组织的，哦，做侗族。做侗族。对，就你那边有没有人找到我的呀？我那边的人，那个我也不知道啊，妹啊，真的，你那个飘的我也不知道飘哪里去哦。就说这个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人？看到热气球的这个阿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啊。你有没有放那些照片还有地址还有那些装饰品啊？有，跟我表妹一样的嘛。跟你表妹一样的。那一样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露露嘛。露露。嗯。哎，好。一样的，都会有一张，就是热气球会挂一个红绳子，红绳子下面有个盒子。哦。嗯、盒子里面就会有照片。还有信物，还有一封信嘛。还有一封信哦。哦，对，就跟都一样的咯，就是跟小美的一样的咯。啊，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呀。都是这样的。好，有哥姐们，你们有没有捡到？我儿子捡到了，他叫露露啊。嗯，我叫露露。露露。啊。小美呢？小美家在哪啊？对啊。哦，他家在这里。家在这里啊。就是他家的桃花已经开了。哦。那怎么上去啊？在哪？哦，他家桃花开了。哎呦，他家桃花开了，然后刚刚我到了，嘿嘿，这我觉得这个说明你们真的挺有缘分的，确实挺有缘分的。那特别紧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一会儿呢，一会儿这个阿妹呢，我太感谢她了，就是说，一会儿阿妹啊，一会儿给你封个包包啊，红包啊，太感谢你了，就。表妹，你刚好又是有缘缘、嗯，那我就顺路带一下你嘛。顺路带一下我。啊，就顺便嘛。好，那太麻烦你了。我看你还挺不错，还挺想带你去我家。去你家？不了。可能我的热气球已经真的挂树上了，都回不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小美呢？小美就在那边了，像，好，你太结巴了，对我，哎呦，我一到家门口，我都真的很结巴了，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就有点害羞多了。我这个人呢比较腼腆，所以也没讨了媳妇呢。我妈呢，也就是老是催我嘛，然后呢，刚好那热球呢被我妈捡到了，他们就让我赶我过来。其实一开始呢，我是拒绝的，但是我看到照片确实很好看，你们说好不好看？哎呦，这个都是说，我妈说这很适合当儿媳妇，是当就很旺夫，看着露个脸啊，主播露个脸是吗？你们想看主播的扣个一啊，一会儿主播露个脸啊，知道了啊。哎呦，老爸老妈，这我有点紧张哈、哦，老爸老妈在不在啊？这个。哎呀，这到了啊，小美家就在这里了。哥姐们，我重新刚刚进来的哥姐们，再重新跟你们讲一遍吧，就是说，等一下啊，我要跟进去跟他说一声。哦，好，照片给我吧。那给你。嗯。那我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就说呢。我妈呢，就是在外面干农活嘛，然后呢，她看到一个热气球，里面挂的红绳子，还在那有个盒子嘛。我妈呢，就是捡过来打开一看，有个照片，还有个信物在那里，还有一封信嘛。那信里面写着，就是有缘人来贵州嘛，来到贵州嘛，然后呢，还写着她的生辰八字，还有名字、地址啊。就是没有电话号码，他也就是搞得比较神秘，比较有缘。听说
这个贵州这里都是这样子的，习俗都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妈呢捡到了就回家跟我说嘛，就赶把我赶过来嘛，说我老大不小了，赶紧去讨个媳妇看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话那娶回来啊。那我爸妈呢全程也在我直播间监督我，就是说呢全程让我开着播过来的。你们还在不在吗？老爸老妈现在是到家门口了，就是说有点紧张，就然后呢太多说了是吧，哎呦太紧张了。你们也知道啊，就是人到关键的时候就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嘛，有点说话都不自在了。老爸老妈，那我该怎么做啊？这个是吧，哎呦好了没有哈，太紧张了。在啊，哪个是你啊？怎么都打在啊？赞主播赞赞好少啊，多少赞了呀？哟，主播赞好少，我帮你点赞。哟，谢谢啊，谢谢哥姐们。对，哥姐们能不能帮小德点点赞？点赞啊，鼓励一下小德啊，让小德啊没那么紧张好不好？就能不能给小德点点赞啊？对着屏幕戳戳戳啊，给小德呢一点鼓励啊。如果我给你500个赞，主播我给你点500个赞，哟，这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感谢你啊，就是点赞呢，就是对着屏幕戳戳戳，哥姐们，听说咱们直播间同时有300个人同时点对着屏幕点戳戳戳点赞的话，会有出现一个双倍的点赞啊，就是能不能劳烦哥姐姐们发财的小手，然后对着屏幕一直点戳戳戳啊，点点赞啊，对，咱们同时出现300个哥姐们一起帮小德鼓鼓励，点赞好不好？麻烦你了，辛苦你们了，哥姐们，对，谢谢你们啊，帮你点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哎。有谢谢咱们这个位置刷小星星的啊，对，有这个福袋呢，马上开了。哎呦，哥姐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三个福袋，我没说只有三个人参与啊。这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说一下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福字？还有一分钟就开了，还一分多钟就开了。点开这个福字，去发表一下评论嘛，发送。那已成功参与福袋，这就成功参与福袋了。咱们直播间2000多个人，只有7个人参与啊！你们赶紧去参与一下啊！对，红色的关注没关注的，先关注一下，关注才可以的啊！先把这红色的关注一下啊！条件好的给，能不能条件好的能不能给小德挣个灯牌啊？对，给个灯牌啊！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啊！哟，来啊！我说你的有缘人就是捡到你的照片嘛，说拿着照片过来了，然后就是信物的话说你忘记带了，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习俗是什么样的，就是他让我倒一杯水给他，你可以现在可以进来，现在进来啊、可以进来，但是还不能进他进房间。他在哪呀、他在里面，在里面、那是他闺房，有他的窗帘好有卡哇伊啊，好可爱。这个你先拿着吧，我要去倒水。倒水。啊。啊、哦，好。现在就不能见见吗？这是。小美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小美。哎，这是我呢，捡到你的热气球了。我是从广东湛江过来的，就刚刚那个阿妹也跟你说了吧？啊，她跟我说了。说了是吧？对。很高兴认识你啊，就是说，就能方不方便出来见个面啊？就是出来见一下。现在还不方便嘛？还不方便啊？对，我要收拾一下自己嘛。收拾一下。对呀、哎呦。哦，好，好，行，哎，那等一下啊，哥姐们，他说要收拾自己啊，就稍微等一下啊，寻找有缘，对，就是刚到啊，哥姐们刚到，谢谢，哎呦，谢谢刷的小心心啊，这些刷，谢谢于姐，谢谢用户哥刷的小心心啊，
来，咱们给这个刷小星星这个位置刷小星星的，给他们点点关注啊。嗯，主播昨天在你直播间刷了10个小星星，涨了300多个粉丝，谢谢你啊。哦，你不用谢我，今天又想来涨粉丝了，哥姐，大哥，海哥，你今天又想来涨粉丝了，你不用谢我，你谢我们家粉丝就可以了。对，咱们给这个位置刷飘小星星的，对，给他们点点关注啊，感谢这个位置刷飘小星星的，给他们点点关注，对，嗯，这个就是他。啊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习俗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过来就是来到他家了，就是你既然捡到他的气球了，就代表你们是有缘缘，而且这个水呢是我们这边秘制熬制的，熬制的，对，秘制熬制的水，熬了有就是有一天一夜的啊，熬那么久，对，就是我们会一直装起来，哦，还冒烟呢，对对，还冒烟的，就什么意思，就是一定要喝吗？这对，要喝，就你喝了之后就代表你已经来到他家了，就是必须得喝，然后就是你们必须就是你们毕竟那么有缘了，你来了就要喝，因为这边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习俗嘛。哦，习俗是这样的。对，熬制的酒啊，哦，不呸，水，熬制的水，啊，对，还加了一点点秘制在里面熬的秘制啊，就是山泉水加了一点秘制熬的，熬了一天一夜，熬一天一夜是吧？对。那好，能不能喝，哥姐们？这是熬制的，给你点了300个赞，谢谢你啊，宋姐啊，谢谢你啊。要喝洗脚水才听话，什么呀？大郎小心，哥姐们，你别乱说，啊，入乡随俗，对，入乡随俗啊。既然这个阿姐妹都说了是吧？捡到这片也这也是他们当中的习俗，啊，那就喝吧。对，那熬制的。对，熬制的。哦。怎么有点点呢？对的，没事了。没事啊。嗯。可以哈。就是我们熬制好了，就会装在那个保温壶里面，就是凉了，我们还要再加水继续熬，再加水继续熬，就必须要让它温的。就他放的那东西说秘制的，我试一下啊。嗯。嗯。怎么有点涩涩的？啊，是啊，加了我们这边的秘方嘛，有点涩涩的，有点涩口。涩口。对。可以不喝吗？有点苦苦的嘛。啊。不行，得喝完。你喝完才行啊。就你们见不了面。哎呦，呵呵，很好吧。嗯。哎呀。没事，得喝完。嗯。我喝了这么多可以了吧，哎呦，不行，得喝完，一定要喝完，哎呦，你怎么有点怎么有点闻着有点骚啊，这真的很，你闻一下嘛，啊，是不是，哦，不喝，不行，你得喝完，你喝完的话，你们进不了面的，什么水啊，这种就加了秘制熬制的嘛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哎呦！你这边还有一个，就是你喝完水之后要跨过这凳子，这也是我们这边习俗，因为我们贵州山比较多嘛，是不是？跨这凳子，这凳子呢，代表的就是跨了一山又一山，就是证明你们就这边的有缘分，跨了一座山又一座山，就来到缘分啊，贵州大山山势找到了他，就这意思。哦，那好，这可以有啊，这怎么跨了？对，你跨完之后呢，就是其实我刚才跟我表妹说了，她的想法呢，就是说也想找个倒插门的。倒插门。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倒插门就跨就行了是吗？啊，跨了就倒插门给她。哦，好好，那怎么跨呀，啊？你能不能就是说跨完哦，就不是踩着，就是，不是踩就跨。啊，就这样啊。对，你同意倒这样倒插门啊？哎呦，好，这样可以了啊。嗯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同意了啊。好，可以。倒插门是吧？上门老乖。啊。倒插门。对，就是你倒插门给他。哦哦，等一下。啊。倒插。
意思就是不是我好像误会了，就是是不是我要嫁过来这边？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对。他呢也就是想找个上门的嘛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我得问一下我爸妈，因为问你爸妈啊，因为这种事对吧？我呢，如果我也不介意，你看这么漂亮，主要是看我爸妈那边。有，那你问一下。好，老爸老妈，你在这在不在直播间？你们听到没有？老爸妈听到没有啊？就是你们同不同意？就是这个次就说要倒车门呢，倒怎么倒插门，上门女婿啊，听到了，同意吗？你们同意吗？这个同不同意啊？同意是吗？可以啊，都说可以是吧？好，那我嫁过来这边，有什么啊？嫁过来这边有什么？啊？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劈柴呀，扛，就是。还劈柴？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烧柴的。劈柴呀、啊？干活、啊。挑水、干活这些。嗯。这边就是。没有井水，我们都是山上流下来的水。如果山上有、哦，如果家里有的话就不用去挑；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就去上火。哦，这样子，嗯、那也同意吗？他这小美呢？先见小美吧，我也没见到本人，这个毕竟是照片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P 过。能不能先喊小美出来一下？喊小美出来。啊。那我进去再跟她说一下。对，你先跟她说一下。都说要砍柴、挑水、洗衣服、做饭的都要，这个，我不知道好行不行啊？主播，你还至于下次什么呀？啊？就我呢，哥姐们，我那把你当家人了嘛？我开播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、怎么说嘛，所以我开播征求你们的意见。就是你们能帮我出主意的话，那是最好的，哥姐们，哎，干三年工啊，怎么到他们都是这个意思啊？渣男太小气一个了啊！什么呀？这个用户哥怎么一直在刷屏说这个呀？我没有，第一我没有伤害你吧，我没有骂你吧，你怎么这样诋毁我呀？是吧？你是不是认错主播呀？你诋毁我干嘛呀？他还没好，啊？还没好？还没好啊？对啊。哎呦，那好啊。说要你稍等一下。稍等一下。女孩子嘛，收拾起来肯定是需要时间的，一定要打扮一下。他说要化个妆。那好、啊，那我稍微等一下啊。主播能见一下你吗？哦。没见到主播的扣个一啊，给你们看一下主播吧。主播没有看到主，你露个面本，看看本人。好，没有见过主播的扣个一啊，我给你们露个镜啊，我长得比较普通啊，先给你们露个镜看一下啊。Hello， 你们好，哟，Hello， 你们好，这个花忘记给这个。小美送了，她都爬软了。你们好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我就是小德，我是从广东湛江那边过来的，就刚到咱们这个侗族这个位置啊，就你们好，就一会儿呢，我先把这个送给小美先吧，这个送给小美先，我忘记了，一直带着啊。你们觉得合不合适啊？我们两个是不是合不合适啊？啊，这样，那我先把那个送给小美。哎，小美，把这个花送给小美先。啊，把这个送给小美。哎，就让她出来。
我给他带，亲自给他带。他现在还没好啊？还没好。啊。哦，好。那我拿给他。拿给他了。嗯。太合适了，真的合适啊！哟，那谢谢你们了，哎，那我很开心啊。哦，我就拿给他了。可以啊。嗯，那你就可以等一下。啊，可以。那。我听说你们侗族的姑娘都善歌能舞的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男女都会。男女都会哦。啊，就是男善歌跳舞的都会。都会。啊，那小美会也会哦。她也会啊，我也会啊，我们都会啊。都是什么舞蹈呀？侗族的舞嘛。侗族。啊。哟，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嗯。可以到时候让小美给你跳吗？到时候让小美跳。对啊。你会跳吗？我也会啊。你也会跳啊？啊，我会啊。有点想，有侗族的舞蹈，哥姐们，你们想不想看侗族的舞蹈？哎，叫阿妹啊。嗯。我先，对了，感谢你带我过来，我先给你封个包包先啊，把你的那个小资。小资啊，我给你转点。什么叫小资？支付宝。哦。嗯。我不用了，那他送我表。哎呀，要。要。对，要的。你意思要？我哥姐们都说得要这个。刚刚有个人一直在直播诋毁我说我什么，说我主播做人不行，那一定啊，你跟我牵线搭桥的是吧？那我肯定也给你表示一下，感谢你。不要给多，就是我对发个红包，对对，哥姐，啊，那、嗯、那好，哎，我扫一下你啊，嗯、我好了，我扫一下，扫了，哥姐们给多少合适啊？老爸老妈，这个姑娘，这阿妹也太好了，给多少合适啊？888-5500-777-888，给多少啊？250-666-1000啊。哦，好呢，好了1000块吧，毕竟人家给我搭建线桥的。收到了吗？啊，你怎么给这么多啊？因为你意思一下，就是给个几十块钱啊，就是意思一下10块钱、20块钱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那个不行。我转回去给你太多了。不用，哎呦，那。那其实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没有不用不好意思，那我能不能有个要求啊？啊，什么要求？就是说，没见过侗族的舞蹈，能不能看你？看我跳啊？展示一下。我展示是吧？啊。其实我展示也是可以展示，不过就是前段时间我扭到了脚，就是我怕我现在跳的话又不小心又扭到了嘛。哦。嗯，就是这里有旧伤。旧伤啊，嗯，在脚踝这里，这样子啊，我就是怕，因为我们跳舞的话就是会扭来扭去嘛，就是怕扭到脚嘛。哎呦，这那不太方便咯。对啊，所以说不太方便，等一下小美出来给你跳吧，好吧。嗯，等一下啊。哎呦，这不方便，那就扭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开车，我现在我带了这个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找一下，等一下，哥姐们。开车经常带了一个，那你拿一下这个擦一下呗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这个啊，就是我扭到那里是吧？对。哦。哎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之前呢，在香港那边嘛，我游玩然后扭到了，看了白大褂推荐我买的这个的，啊。对。刚开始擦的时候有点冰冰凉凉的，现在擦着它有点开始发热。发热，对，它一会儿就发热。这是什么呀？这火炉油。还擦的还挺舒服的，挺温和的啊、
嗯，对。这个活络油 好是吧？挺好用的。有我手机嘞。刚好我家没有，我都想买。哎呦，活络油好想回购，你们也想要啊？这个活络油好是好，就是有点贵哦，哥姐们。就我在那边买的，香港那边买的话是，169一瓶啊。咦，在哪啊？169一瓶，我给你们看嘛啊。等一下啊，我。搞什么？对，给你们看啊，就好是好，就是有点贵啊。哎，操！啊，你们看嘛，是吧？我在香港买过也是169一瓶，对吧？就是好就好，就有点贵啊。你们也想要吗？就是，那我得问一下厂家，我先问一下厂家有没有活动箱。主播，你怎么全身携带这个？对啊，我在开车嘛，开车我脖子酸的，我都会拿出来擦一擦的。开车开太开长途嘛，就比较脖子酸的。有了有了，就，这样吧，哥姐们，我也不是卖货啊，我跟你们说嘛，就是有没有新人朋友的，有新人朋友的打个新人啊，待会儿我给所有的新人朋友们都安排上一瓶，行不行？让你们拿回去体验，拿回去用，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新人的？就是昨天呢，就是不要，说。都说新人朋友啊，就第一次刷到小德的，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是新人的，打上新人这两个字，给你们待会儿给你们安排一瓶，好不好？对，给你们安排一瓶，让你们拿回去试一下，拿回去用一下，就是太好了，就是有点贵啊。我先有是吧？哎，有了，那个厂家回消息了，就说这个。有两个消息，哥姐们，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坏消息啊。就是说，咱们这个好消息就是，咱们这个葫芦油呢，169不要了，99都不用了，69也不要了。我直接跟你们说吧，直接跟你们报吧，是39.9啊，39.9，有一瓶，对，39.9一瓶。刚刚不是说了给你们安排上，再给你们安排上一瓶吗？那就是给你们再给你们加一瓶，就是说39.9到手是两瓶啊，到手是两瓶。嗯，感觉用的怎么样？用的挺舒服的，就是好是吧？擦完之后它里面就会开始有点发热，对吧？这对，这是正常啊。我开车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为什么发热呢？因为它这个渗透率比较好。啊，渗透率比较好。对，它发热过后呢，就感觉你是感觉就舒服多了，是吧？我这里摔到了对能擦吗？就是还有个消息嘛。就39.9到头两瓶，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坏消息嘛，就是只有15单啊，只有15单，就看你们的拼手速拼网速了，我数三个数字直接上车，我也不墨迹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上次在香港买100一瓶啊，就那我直接数三个数啊，来3、2、1，来上车，下方小黄车，你们拼好手速，拼好网速啊！这个活络油，我让朋友给代购100多一瓶。对啊，当然了，因为你让别人代购，别人收你代购费嘛，是吧？39.9啊，下方小黄车，你们看啊，你们自己看，有的话你就赶紧拍，如果一下子没啊，那就是抢光了，毕竟只有15单啊，你们谁抢到是谁的啊，单数不多啊，对，有了有了，下方小黄车有了有了啊。有了，就咱们这个活络油，香港的活络油呢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什么姜姜姜硬硬硬那个麻麻麻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这里不舒服的、不开心的？这里不开心的啊？还有这像小德呢，经常开车的话，这里特别
不开心，特别是这里啊，酸酸的啊，还有这个特别这个位置干农活干重活干多了，不开心的啊，都知道吧？都知道吧？39.9啊，只有怪喽，还有七单，你们手速太快了啊！怎么拍啊？能不能教我啊？怎么拍啊？啊，好好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拍啊。等一下啊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拍。等一下啊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。等一下啊。那看到没有，哥姐们，下方小黄车，点开下方小黄车呢，去抢购，啊，去抢购。啊，先填好你们的收货地址啊，对，这个位置填好你们收货地址，对，39.9到手是两瓶啊，你们能拍两瓶不要拍一瓶啊，不要能拍两单不要拍一单啊，往下滑怎么支付啊，就有支付宝支付，有抖音支付，还有月付，还有微信支付啊，选择一个你们支付的方式啊，去提交订单啊，对，就可以就提交之后就可以了啊，对，还。他年纪不也大了吗、啊、就经常这会酸、啊、这会痛，就是这种可以擦不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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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、对，就 那我也想拍一瓶。你也想啊？我也想拍。有那想给我爸爸妈妈他们备上一瓶，然后我也备上一瓶，我可以擦擦，你就是我摔跤的也可以擦，是不是？说都可以啊，阿妹，有你怎么伤口那么多啊？对啊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山上要干活啊。那可以，那有没有玩那个抖音啊？就是有啊，就我是开播，那你打开抖音，打开抖音啊，对，你看咱们这个葫芦油是正品吗？晓得，哎呦，是正品吗？你们看啊，哥姐们，你们看，这里啊，香港政府注册正品正货保障啊，对，保障正品，这里还有个二维码啊，还有个防伪码，你们可以刮开这涂层，刮开去扫去验啊，也可以拿去大药店里面去验啊，拿去对比，可以吗？对。拍到手39.9，到时候是两瓶啊，单数不多了啊，你们谁拍到谁的啊？像什么像你像这个阿妹一样，他这里就会酸，经常弯腰拖地洗衣服啊，还有干农活啊。他不经常低头吗？这里还有包，对，还有包也可以包吗？可以可以都可以啊。还有剩下最后一单了，哎呦。最后的一单了啊，最后一单了，太啰嗦了，太啰嗦了，大伙全等着干正事吧，有干正事吧，那好那好那好，那最后的一单啊，你们就放这里啊，一会儿拍的直接没了，哎，嘿嘿。阿妹哦，刚刚是不是小美那个吃醋了？对啊。是，她怎么说了呀？她，她说我头上戴了个花，她就很不开心了。很不开心。就是她挺介意这个事情的。挺介意的。嗯。哎呦。那我再跟她解释一下。你跟他说清楚先嘛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刚说了是带那个花就是代表对那女孩有意思才给他带花的是吧，他误会我对你有意思了，就是这你跟他解释一下嘛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这边的习俗，葫芦油还有没了没了没了，刚刚拍完了他直接没了啊，吓掉了。哥姐们，你们别说主播不给你们福利了，福利已经没了啊！一会儿呢，你又嫌我啰嗦说什么的，没了啊！哎，他就哎呦，这有点误会我了，这阿妹好好看，这好好看，跟你们对比，偷偷给你们看一下，对比一下。诶，人呢？对比一下。诶，哟，好高啊，确实好高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哎，啊？不行。
不行啊。哎呦。没事，我不介意你。啊？我说没事，我不介意你啊。你不介意我什么意思啊？就不介意你捡到他热气球，就是你介不介意我比你大三岁吗？没懂啊。我不介意，他介意你给我带花吗？是不是？哦，你不介意。我不介意你捡到他气球嘛？就我气球这么多人了，就这么多年了，也没人捡到嘛？就是没有。你介意我大你三岁的话，你可以去我家。不是不是，阿妹，你等，别，阿姐，我应该叫你阿姐。你比我大三岁。这，我想我跟他缺少沟通嘛，我跟他解释一下嘛。他介意的我不知，我第一次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知道我肯定不会给你带啊。就小美啊，就你误会我了。就我呢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习俗，就是说对喜欢心仪的姑娘给她带花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嘛来到这里嘛。哼，就能不能出来沟通一下，能不能见一下面啊？那不可以的嘛。不可以啊。不可以呀、啊！哎呦，那出来能不能见个面啊？都不可以，可以那出来见个面可以吗？我不想见。不想见啊！哎呦，向他认错，怎么说啊，哥姐们，我也不太会说，我嘴笨呢，就长得那么漂亮，他不给见呢。啊，三岁啊，牛大三抱金砖，女大三抱金砖是吧？啊，这，你说要这个阿姐吗？还是什么那个啊小美呢？这个小美呢，比我小两岁。你走吧，不知者无罪啊，对啊，小美哦。你都带上我的花了，那你是不是对我也有意思嘛？你刚刚也看到我了，就是对我是不是你的也把我给你送的花都带上了？那朵花是我亲自摘的，啊，你看呀、啊，你看你还带着那个花，你摘的？啊，对啊，我摘的呀。那我取下来还给你。哎呦，你都带上了还取下来干嘛呀？你都为什么都说让我走？啊，真不要了、啊、嗯，你都瘪了，这个花跟我心态一样，你送给你吧。可以吧？那走吧，去我家吧。去你家、啊、不了啊，去你家吧。就是我比你大三岁，你不喜欢呗。这个花色不要嗯，不去，好的，去吧。老爸老妈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那个，哎呦，这别搞，哎呦，黄了，真的黄了。不去。那主播你走吧，小美太能装了。走吧，去我家。哎呀，我收拾一下我东西先。首先要专一啊，要专一。那我觉得应该小美呢，就是缺乏沟通。我跟她呢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他要是对我没意思，那刚那花也不可能戴在耳边是吧？那肯定他是有误会的，那还是可以沟通的嘛是吧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可能还有一点，就是我手上也没带什么过来找他，我确实有点不礼貌了，哥姐们，是不是？我不去你家了啊，阿姐啊，不去我家。对，那照片我还是要的。那可是我的缘分呢、啊，不要了吧？你要的，你那个热气球迟早会被人捡到的，你放心，再等个两年嘛。好多年了。啊？再等两年嘛，再等个两年，实在不行你再飘一个嘛。那
啊，那不去。小美啊，小美，就是哟，你好好看，对，也真是，真是看到我要跟人。小美，你可能误会我了啊。对，我可现在呢，可能我确实有点唐突，有点不礼貌啊。就我手上也没带点什么见面礼给你。我去镇上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晚上再过来找你啊。这个啊，对啊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花，我要去镇上给你买大树，我不给你摘那个野花了。好，真的啊、哦、哎，对，我不是对这个阿姐有意思，这阿姐你这个花别带了，搞错了，不要发掉了，真的，嗯、哎，怎么把我的花给丢了？这个你还好，这对我还是喜欢小美多一点，小美好。那呢，我就先要不先去镇上给没带点东西，带点礼物吧。我确实我身上也没带点东西，我空手过来的，我走得太冲击了嘛。宋姐啊，谢谢你，宋姐。哎，谢谢宋姐给我刷的小心心啊，谢谢。哥姐们，那我准备去镇上给他买点礼物，买点花去。我空手过来买手机啊，手机不是有吗？啊，那我准备去镇上了。那我去镇上了，哥姐们。小美的表姐人太坏了，她呢是没有那个男朋友，她也想找一个，她年纪也大了，感觉得出来，她年纪大了，她想找个对象。所以如果你们看上她的，到时候我晚上再过来给你们认识一下呗。让你们认识一下吧，啊，你们想不想认识？她是没有男朋友，也没老公。她说是今年20几岁了，那个阿姐，比我大3岁，27岁了。那你们喜欢她的可以跟她认识一下。我去，现在去镇上。现在就去镇上买点花，买点礼物。对，去买点东西。去吧，小美太漂亮了。对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啊？好看？很好看，对吧？对，非常好看，我很喜欢。我妈也喜欢，我妈说也挺喜欢的。那现在我准备就下播了，先去镇上买点东西。没关注，关注一下我，哥姐们。下了，可以了。现在车呢就在那边。听你妈妈的话，好，谢谢送的小心心啊，谢谢。主播要买东西进屋做个见面礼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就什么也没带，就随身携带一些东西物品而已，我什么也没带，两手空空的，确实有点不礼貌。好看没有用心才好，啊，对，就。主要性格合得来就行嘛。大人在有点老爸，别乱说话。那哥哥姐们，那一会儿呢，我去镇上买点花，买点啥？买点一些生活用品嘛。买一大束的，对，买个小花不好。有正能量是吧？谢谢。谢谢哥哥姐们这一路来给我的
鼓励，还有陪伴，还有给我出了很多点子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啊。就是我呢，我这个人呢也比较嘴笨，我也不知道去该怎么做一些事，有你们给我出主意啊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你们帮我出主意啊，给我鼓励，给我点子啊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龙年快乐，龙年大吉啊，事事如意啊，家庭健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啊，今年发大财，祝福你们啊，哥姐们。那我准备下播去买点东西，晚上下午呢我回来再给你们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哥姐们？那我准备下播了啊，拜拜了是吧？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陪伴啊，谢谢你们，拜拜了，哥姐们，拜拜了。